日 ，BLACKPINK 的 Lisa 现身巴黎宝格丽高级珠宝展。Lisa 受邀参加宝格丽伊甸园及奇迹花园高级珠宝发布会，该奢侈品牌将在此展示其珠宝和手表的新系列。在此次活动中 ，Lisa 身着一件惊艳的饼干 FW22 高级定制礼服，通过完美贴合身材的鱼尾裙秀出完美身材。现场 ，Lisa 不仅与宝格丽首席执行官 Jesse Bubbin 亲密互动，还和宝格丽的创意总监 Lucia Silvestri 一起合影。但粉丝们没有想到的是 ，Lisa 与安妮海瑟薇之间的会面。两人身穿同色柠檬黄造型，安妮海瑟薇露美腿，直性优雅 ；Lisa 抹胸露腰，性感热辣。两人在台下热聊，美女们的互动真的太养眼了。粉丝们也希望在未来能够看到两位视觉女王之间更多的互动。最近 BLACKPINK 回归的消息传闻一直不断，在成员接受滚石杂志采访时也表示确认他们的新专辑以及今年即将到来的世界巡演。对此就有粉丝在 Weverse 上问，能给点什么时候回归的提示吗？ Rose 在评论区大胆留言提示，让粉丝们哭笑不得。那就让我们继续耐心的等待吧。爱豆韩社每日解说最新韩语，欢迎点赞和订阅哦。